还家一笑即方尘，好与名山作主人，邂逅五湖成兴亡，相邀锦绣古中春。文人墨客以山水寄情，北宋文学家王安石赋予了今昔锦绣谷的美名。登峰远眺今昔境内，抚河浩渺，田如绮秀，树如烟云，苍青黛绿的山水宛如一幅奇秀瑰丽的远古画卷。吴权辉每次面对眼前的这件盘形鼎，内心总会由衷赞叹。2014年，他与考古人员在金溪县上城村东南部一处台地上，发现了先秦时期残留的灰烬、烧土块以及陶片。经过考古人员对陶片的拼合，还原了他们最初的面貌。盘形鼎，这是一种底部有三足的容器，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少量石器。这个盘形鼎呢，它主要就是用来平时日用的盛装食物的。盘形鼎的一出现呢，也充分的反映我们金溪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进入了商周时期了。抚河流域的这次考古发现被命名为环濠遗址，这段被岁月掩埋了3000余年的先秦文明由此走出了历史的尘封。令吴权辉和考古人员兴奋的是，遗址中还出现了带有绳纹的灰陶，这成为金溪先人迈向文明的重要一步。绳纹灰陶其实就是古人呢，他把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拖成的那种绳条，把这个纹饰刻印到灰陶上面去，充分地说明已经开始对美的、对艺术的追求。远古时期，金溪地属百越，春秋战国时期因诸侯争霸，社会动荡，金溪所属国也随战乱多次变更。秦朝统一六国时，金溪归属九江郡，及至唐代属抚州临川县，并在金县址上设上木镇，在镇东的白面坞与金窟山、宝山设置了冶炼厂。县城南门外有小溪自上木岭发源，秀水较重，奇色如金，被当地人称为金溪水。北宋《太平寰宇记》云，至周显德5年，公元958年，西临川晋镇一乡，并取饶州余干白马一乡立金溪场，后置炉以烹银矿。宋淳化5年，公元994年，改场为县。金溪因历史上出金产银，山间溪水色泽如金，而得金溪之名。千年流转，昔日的冶炼厂被岁月冷却了烈烈熔炉。烁玉流金的宝山金银矿冶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阳石山上先人遗留的金溪场银坑记冶银石刻碑，默默诉说着千年前人们对银矿生成的认知与开采历史。任时光变迁，他们留下的文明印记在金溪永驻。冶炼厂的熊熊炉火曾照亮整个金溪，使其在唐宋时期成为江南名重一时的冶银重镇。时至当下，
今夕依旧以他无限的魅力折射着紫烟腾空的过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鸣锣开道一丈威凛，高中状元的才子乘轿而归，门口张灯结彩，众人相迎。每逢周末，竹桥村于氏家族第35代后人于其安都会带领乡民们在古村里上演一出状元还乡的情景剧。该剧以明朝万历年为背景，让身在古村里的人身临其境，体验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我们竹桥古村以前是比较没落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外面去打工了。现在我们搞这个状元还乡，很多年轻人都回来参与情景再现，使我们村里更加有了生气。走在竹桥古村中，随处可见身着古装的布衣商人，他们穿梭于茶铺、药铺等各个场景之中，模拟还原村民的生产生活，宛如一幅人在画中游的复古长卷。我们的祖先是有这个经商传统，现在我们做这一块就体现了农商并重，同时又可以带给我们村人民的收益。竹桥古村已有800多年历史，村内居民均为余姓。据竹桥余氏宗谱记载，其始祖为唐代吏部尚书余贺，因元朝末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他的后人余文龙为躲避战乱与家眷入京此地，见此环山抱水之所，有美池桑竹之属，便落根为生。不错的，问题是那个替他修桥，给我们把它修挡了。竹桥村的后人们对古村的一砖一瓦都浸润着深深的眷恋，每一寸檐下雕梁都汇聚了先人的智慧精华，他们是凝固的历史，也是时代的缩影。俯瞰古村，星罗棋布的房屋描绘出赣派建筑的古朴素雅。聪慧而灵巧的匠人们将一马当先的美好寓意铸造成美观而实用的马头墙，他们巧手长空，既有防风防火防盗的功能，也象征着家族荣耀。清一色的灰砖黛瓦透露着古村的深邃凝重。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景点就3口品质景，这3口不同年代的景，它就分别构成个品德品质，所以叫品质三景。左边呢，在村子的总门楼前方有呈品字形排列的3口古井，分别建于康熙、乾隆、道光年间，古井外圆内方，形似铜钱，寓意金钱如流水，千金散尽还复来，唯有品德任何时候都不能丢。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呢，就是一个中门楼，在中门楼啊，地上有一个字，其实吧，中门楼前后地面上有2个用青石板铺成的大字，一个是人字，另一个是本字。本者根也，这个本字告诉一代代的竹桥人，落叶要归根，人不可忘本。先辈们时刻教育后世儿孙，为人居心必厚，厚则根深本固而枝叶自生。这个门楼应该是在我们这个赣派建筑中，应该在竹桥古城中应该是比较很典型的啊。
苏群辉是金溪县文化研究协会会长，常年从事金溪的文化研究工作。竹桥古村的建筑特色一直是他啧啧称奇的地方。村中的十家弄、八家弄建筑，就是兄弟间团结协作、孝悌仁爱精神的折射。他们分别因包含着八家和十家而得名，每家都有总门、相门和耳门，耳门相通，户户相连，人员可相互往来，以建筑的连通体现家族的凝聚力。十家弄、八家弄嘛，当时的就是四世甚至五世同堂不分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反映出了这个村子里的人呢、啊、这个兄弟之间、家人之间和睦相处、孝悌仁爱，这反映了竹桥的良好家风。2010年前后，竹桥古村先后荣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等多个称号，古民居也得到全面修复，浓郁的文化氛围和厚重的历史积淀吸引着八方来客。儒商传家，竹桥人物金艺无双，明清遗风，古村民居江右第一。金溪人千百年来坚守的根祖文化，刻印在难以消解的书香之中。临川才子金溪书是赣东的一句名谚。临川是才子之乡，孕育了英才俊杰。金溪书则是指金溪县许湾镇的雕版印书。数百年前，金溪成为明清时期江西印书中心，凡经史子集、话文小说都能刊刻，人称江西版誉满全国，金溪也由此赢得江南书香之称。来来来，看看我的收藏，这个册子最珍贵了，超高水平，最少要30年以上才能刻出这个水平出来。许湾镇中信堂书铺第八代传人许挺，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收藏古籍印书，后来跟着师傅学习雕版印书，至今已有10多年了。这项传承百年的雕版印刷手工技艺，在2008年被列入江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雕版印刷工艺的制作流程繁琐而复杂，主要包括制版、写样、刻版、印刷、装帧等9道工序，每一步细致入微的打磨都续写着独具匠心的传承。作为雕版师傅，基本的功力就是写好字。写样这种关键技艺，一般新手需要2到3年才能写出规范大方的字体，而最为重要的刻版工艺，则需要逐一雕刻汉字的横竖点勾，然后再用挑刀剔除空白木面。只有炉火纯青的刀法，才能将文字的棱角与神韵刻画得隽永俊秀、圆转回环。雕版的时候力道要把握好，不能用大力，也不能力气太小，力气太小刻板刻不动，力气大了说不定把字就冲坏掉了，所以要用阴劲，要柔劲。旧版词源记载，金溪许湾男女皆善于刻字印书，只不到许湾不齐，书非赣版不放心。入清之后，福建建阳书业受到清军打击，书房倒闭，匠人外逃。
精明的京西商人在动乱之际抢抓机遇，大兴文化。他们收购建阳书版，搜罗工匠，带回许湾。一时间，许湾书房剧增，京西书业走向鼎盛。至今，许湾书铺街里还留有早立廊环的牌匾，寓意书铺街为珍藏书籍之所在，向世人昭示着京西雕版印书曾经的辉煌。京西许湾因书而名，也因书而富。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京西雕版印刷这门传世手艺逐渐退出实用的历史舞台，但它凝聚了中国独特的文化精髓，将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磨拓术等传统工艺融为一体，开文明之先河，揉杂着一个时代的荣华旧梦。反正这些动作，一些动作呢，它的要领主要是，刚中有柔，柔中有刚，是吧？刚柔并举，刚柔。京西县文化馆内，许文江正在指导大家排练一场具有京西地域特色的民俗舞《手摇狮》。作为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用毕生心血坚守着这项百年民俗。手摇狮的表演形式与传统的两人舞狮不同，它由一人蹲步表演，通过两狮格斗，中间一位举灯者劝和，而使两狮和好如初。一个人就摆一只狮子，前后都能操纵，他这样就比较灵活，啊，两个就有两只狮子，三个人有个玩球的就刚好就圆满了。现在目前来讲，我都没哪个地方发现有这样的手摇狮，只有我们京西才有。京西手摇狮的形成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是当地劳动人民在练武强身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精湛民间艺术。每逢年节，处处可见张灯结彩、舞龙耍狮的热闹场面。手摇狮的表演原有108套，分为8节。历经百年风雨，部分表演已经失传。好，黑的，这个我们是干习啊。县文化馆馆长吴越从小就对京西手摇狮有着深厚的感情。为了抢救这宝贵的艺术财富，他联合手摇狮传承人许文江，奔走于全县各乡，选拔了20多名有武术功底、热爱手摇狮的人员，重新编排队伍，成立舞狮队。我们从小就是看着手摇狮长大的，也非常的喜欢和热爱它。后来看着它慢慢的失传呢，也很遗憾。后来我参加工作了，也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所以我立志要把手摇狮重新的让它发扬起来，搬上舞台。锣鼓喧天，彩狮起舞，馆长吴越正带领着团队在象山公园展演京西独有的意愿奇葩。如今的手摇狮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表演形式由一人舞球改为3人舞球，狮子由原来的2只增至现在的6只，相互穿插，行走自如。而在传统的引狮下山、双狮搔痒等动作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群狮起舞、众星抱月等高难度动作。舞狮时，舞球者要翻腾跌扑，舞狮者以下蹲步表现狮子的行进，跪步表现狮子的静止，下蹲弓箭步表现狮子的如何起跳，狮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全靠舞狮者的手腕功夫进行表现，
举手投足间狮子的俏皮娇憨被演绎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主要是就是要求手眼身发部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手脚这个配合，一场晚下来呢非常的辛苦，那个一身的汗就像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手摇狮作为流传甚广的民间艺术，被誉为华夏一绝，其表演不受场地约束，乡村街巷、城市广场、国际舞台，他们的身影随处可见。2005年，在中国国际挪文化艺术节展演中，手摇狮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2015年走出国门，在意大利米兰参与第42届世界博览会，受到当地热烈欢迎。手摇狮正一步步从乡间舞台迈向国际舞台。同学们好，现在我跟你讲一讲这个手摇狮的一个来历啊。手摇狮是孩子们一边听着手摇狮的起源故事，一边跟随传承人许文江学习舞狮技巧，体会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借助学校的平台，非遗文化与学生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得以大力传承。传统民俗的文化链接在新时代中昂扬奋进，百年的艺术积淀焕发着顽强的生命力。这块民族的活化石在薪火相传中舞动着蓬勃的青春和炫彩的味道。许湾油面尽汴梁，方和米粉去湖广，黄通冬笋满省跑，四海闻名藕丝糖。闻名四海的藕丝糖是金溪的特色美食，在当地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孩童，藕丝糖都曾赋予他们味蕾间最初的甜蜜。藕丝糖是一种由糯米熬制后拉成的绵糖，其外形似一团洁白细腻的藕丝，而得名藕丝糖，因其甜、脆、香酥等特点深受百姓喜爱。彭开是制作藕丝糖的老手艺人了，从18岁开始，他就跟着外公外婆学做藕丝糖，至今已有40余年。他制作的藕丝糖细如发丝，落口消融，十里八乡家喻户晓。外公一家都是做藕丝糖的，我看他的很好吃啊，小时候就吃他的糖，很好吃啊，就学这种藕丝糖了。那个时候孩子还10几岁的时候。据金溪县志记载，藕丝糖最早产于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到公元1620年，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相传在当时，就有小贩挑着糖担，敲着小锣，走乡串村叫卖。一大早，彭开就着手制作藕丝糖了。美食的韵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至真天然的食材。金溪藕丝糖的制作选用一季晚稻糯米和当地的泉水，糯米经浸泡、蒸，再与麦芽一起发酵，经滤浆后熬制成饴糖，将饴糖抓拉成细丝是做藕丝糖关键的一步，也叫拉藕丝，这是最考验制作匠人的一道工序。拉藕丝糖的第一步，红要拉均匀，要掌握到温度，要靠手的感觉，冷了就拉不动，热了又会拉得到，再一点慢慢的拉，拉得到像藕丝一样的才可以。拉藕丝是制作藕丝糖的灵魂。
千万根细如藕丝的绵糖，静若青云蔽月，动如流风飘雪，颇有香炉瀑布遥相望的诗情画境。最后将调制好的馅料包裹其中，就形成了余味绵长的金溪藕丝汤。在金溪，能与藕丝汤媲美的就是歌谣首句中晋汴梁的许湾油面了。制作油面是许湾人家家户户都掌握的手艺。许湾油面始于明末，清代曾被选为宫廷食品。因面丝细如龙须，又经皇帝品尝过，人称龙须贡面。在古代，面食被称为饼。古人言，必食汤饼者，则世欲所谓长寿面。因为面的形状长寿，谐音长寿，因而面条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寓意。凌晨三点，叶永光老人家中准时传出吱吱呀呀的和面声响。几十年的手工制作，让许湾油面的味道始终未变。制作油面不仅是他养家的手艺，也是他乐在其中的生活趣味。为保证油面最佳的晾晒时间，叶永光老人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将面和好。许湾油面得以闻名的秘密就在于和面时加入了茶油和盐。加油啊，加油，这个再加到它的八度，加盐是加。加它的那个精度。待面发酵后，经搓条、绕面等工序，油面便具备了雏形。晾晒是传统许湾油面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也是最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景。一排排木架上，整整齐齐如瀑如弦般挂满了细如发丝的新鲜面条，柔软而滑腻，在阳光下散发着天然麦香。这熟悉的味道是金溪人记忆里绵延不断的乡愁。细密如织的油面被汤汁浸润，翠色的菜叶点缀着油面的玉洁。简单的早餐相伴而食，已成为叶永光和老伴儿最温情的生活。随着季节的变化，搭配油面的汤汁与佐料也变化着色彩。鸡蛋与香菇的鲜味释放，辣椒与肉丝的完美碰撞，五彩的鲜蔬彩椒都是捕获味蕾的增鲜剂。食物悄然植入了先祖的智慧结晶，藕丝汤和许湾油面的制作技艺已被列为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寻常的美食赋予了金溪人民代代相传的乡土味道。他们不仅是游子对家的思念，也是民俗民情的延续，连通着一座城市与人民不解的情缘。金溪有着华夏香都的美誉，是全国天然香料生产基地和原材料集散地之一。接连成片的香樟树如今已成为金溪一张亮丽的名片。20年前，这片郁郁葱葱的香樟林还是一片荒芜的山地，村民们多外出打工维持生计。
李祥林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外出打工，跟着师傅学会了炼制樟油，了解到香料产业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而且家乡也有香樟种植的历史，于是返乡开启了创业之路。金溪因地处丘陵，土壤以酸性为主，适宜樟树的生长。在地域优势的主导下，一片片香樟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山间坡地，金溪第一座樟木香料生产基地也由此诞生。随着产业发展，原料的种植又扩展到松树、桉树等树种，基地从单一加工樟科植物转向多品种开发，通过深加工制成松节油等100多种香料，一个个新产品相继问世，填补了金溪香料产业的空白。20年的时间，金溪香料产业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如今金溪形成了集香料种植、生产、加工、贸易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不能用接触塑料，接触的塑料就是塑化剂。告诉你，这些粘油你搞得清楚啊？你知道他拿什么装的？为了让更多农户受益，李祥林联合村民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负责提供苗木技术指导，村民负责种植管理。一亩方樟可以获得2200元的收益，村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解决了300多个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我们会去经常去指导他们啊，怎么施肥，怎么管理，怎么季节收，会增加他很多收入的。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日化、药品等领域的香精香料，已从金溪走出国门，出口到亚洲、欧洲、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依托蓬勃发展的香料产业，金溪县倾力打造的新型特色香谷小镇，成为香料产业转型的载体。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香料知识馆。这是一个以后工业化手段来表现香精香料产业知识的科技馆。进入知识馆所见的是大张。香谷创客空间作为香谷小镇的核心板块，吸引着科技型香料研发机构入驻。2017年，由江西师范大学等省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专业博士组成的博士工作站，长期为企业提供新产品研发和技术服务。产学研的结合助推金溪香料产业向这个2年的运行磨合，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为这个整个香料香精产业提供一些市场技术人才的一个服务。小镇以其自然环境融合着当地历史文脉和民俗风情等资源优势，从工业到工业旅游转化，打造着文化创意产业。文旅融合的蓬勃兴起，也为金溪县对桥镇汤家村带来了无限生机。新塔园艺观光园的建设，使汤家村从贫穷落后的山村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村。观光园区的建立，鼓励农户充分利用丘陵山地，种植蜜梨、蜜橘等经济作物。为了促进生态果业与生态旅游相得益彰、比翼齐飞，政府对种植大户进行旅游产品开发，引导种植大户在自己的基地兴建酒店、停车场、人工湖等，将种植基地建成集生态观光、果蔬采摘、休闲垂钓为一体的绿色旅游观光园。金溪这座人文生态工贸新城，正凭借地控闽粤、贯穿两广的区位优势，发展为日臻成熟的现代化文明城市。而今迈步从头越，
金溪在时代洪流中抢抓机遇，打造链条化产业，依托地域产品特色，促进文旅融合，成为多元文化荟萃之地，实现着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梦想，化风景为财富，完成了美丽生态向美丽经济的转变。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金溪人民用汗水浇灌这片丰沃的土地，承先立后，继往开来。新时代的魅力香都跳跃着经济脉搏。金溪是炙热的，是千年前熊熊烈火的冶炼厂。金溪是深邃的，是炊烟里袅袅静默的村落。金溪是悸动的，是古墨下冉冉雕琢的金溪书。金溪是亮丽的，是华服上翩翩起舞的手摇诗。金溪是美味的，是乡土间绵绵余味的藕丝汤。啊，要什么？深厚的人文底蕴，存续璀璨的中华文明。这方水土因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而人杰地灵。金溪从岁月中走来，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永不不灭足迹。秀味缤纷的金溪，穷极造化，开远古文明，琳琅荟萃，筑意愿奇葩，并先贤遗志，成继往开来。